可爱的小泡芙中，谁会吃到可口的抹茶口味，或倒霉的吃中唯一一颗呛辣芥末泡芙呢？啊！危险！危险怎么了？哎，他怎么还没吃就发作了啊？他开始一口。一口啊！天哪，龟贤哭得这么用力，该不会真的倒霉的吃到芥末？好 ，OK， 等一下，你们那队还说我们 over 啊？这个才是 over， 我跟你要比不夸来啊！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哎呦，不舒服啊！不是他，不是他，绝对不是他，绝对不是他。为什么？主要原因，不累，맛있으면뱉는버릇이있어。他说他本来就是吃好吃的东西就会吐的。我知道，龟贤平常吃泡芙就会吐的人。OK， 我真的流眼泪了，流眼泪了。还有。哎，是真的假的？相处的，哎，整个眼眶泛红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，太夸张了吧！啊，不要录了，不要录了，要需要停机吗？哎，他的头发上面都是泡芙，哎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哎，啊，这个不想再看了吗？他是演的，嗯。必须龟贤的香醋的东西，醋的东西，黄色，黄色，千里眼，可是瓦特地的颜色绿色，绿色，所以不是他，不是他，谢谢他，谢谢他，绿色吗？黄色怎么样？黄色，绿色。哦，绿色的啊，绿色哦，哎哎，只可以摸，不能闻哦，不能闻哦，哦，很赞，会要捡起来吃掉吧？够了够了，我们是一个团体 ，We are together，OK？ 对啊，哎，这已经掉到地上了，好吗？到现在还在咳嗽哦。真的还在咳嗽 ，OK OK OK， 哎，还有，有没有粉丝要的？演技很好，这一组不错啦哈，好，好好好，各位仔细看哦，接下来我们陈敏要来了哦，好，再猜一次，你要猜谁？很难啊，你们猜名堂。三个，啊你你要，啊怎么能闻呢？哎不能闻哦，不能闻哦，哎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闻，因为是你们吐到我们这边来的，这边是我们的界限，你自己吐过来了，中间有划线是吧？对呀，这样给他闻一下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是他，确定吗？哦，不是他，不是龟贤，救命！周密，周密，周密，太好了，周密，所以读过了，哎，所以他很厉害，所以，哦哦哦哦哦，银赫，银赫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也是，好试试看，为什么是？味道如何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你赶快吐掉，赶快吐掉，赶快吐掉！哇塞！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怎么样？啊，没关系。啊，没关系。滚！滚了！越勇敢。龟贤很龟贤，我吃这个的时候。我看你，所以他哭了。你们有这么讨厌对方？所以我们在宿舍的时候，一看每天一直想去吐。哎，你这是。
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一吃泡芙就吐，因为每次吃泡芙他就在他旁边。哦，